电影《1895》以交响乐史诗的风格为电影音乐注入新生命。客家籍的郑伟杰担任配乐制作，对自己的作品自有一番坚持。音乐它不只是音乐本身，它其实是它自己本身就是个独立的故事情节。学院派出身，融合中西方的音乐特色，郑伟杰大胆创新，笑说是给自己找麻烦。我们就是刻意的将这个西洋乐器能够拉得很像中国乐器，这样有这样的那种痛调在里面，不让音乐沦为画面附属品，避免落入看图说话的陷阱。郑伟杰坚持配乐时不看影像，要让音乐发展出自己的生命。故事其实它是悲伤的，所以我们加了很多小调，以悲伤为作为主题，但是加入一种浓厚的这种亲情在里面，所以它听起来既甜蜜又感伤这样。儿女情长，生离死别，动人旋律催化情绪，让感动跨越时空，直达心底。亚黑矮的兴趣，这是我的兴趣。亚黑矮的兴趣，亚黑矮的兴趣，亚黑矮的兴趣。